美国老将大威廉斯今日美国。记者梁伟明综合报道，美国老将大威廉斯 Venus Williams 宝刀未老，这位三度在迈阿密网赛勇夺女单后冠的第八种子与志在卫冕的英国后辈孔塔 Johanna Konta 激战三盘近二小时二十分钟，最终5-7、6-1、6-2逆转胜，大威将与会外赛杀入的24岁的黑马同胞柯林斯 Daniel Collins 争四强门票。我热爱这儿，毕竟拥有许多美好回忆，希望今年能再赢一次。大威曾在1998年、1999年、2001年迈阿密封后，尽管上回登基已是古早的17年前，这位东道主传奇球星仍充满无限期待。面对来势汹汹的孔塔，前一才激斗三盘的大威又陷入苦战，关键第11局再度发球失手，首盘拱手让人，不过次盘他强势反扑，3-0开局顺势扳回一城，决胜盘大威展现丰富经验和抗压性，互破2-2短暂僵持后，势如破竹连下四局，第二个赛末点锁定胜利。这是高龄37岁的大威生涯在迈阿密的第64胜，对战年轻11岁的孔塔也形成4胜3负。孔塔欧星社。